你这打扫呢？对呀。哇，你们这边打扫的好干净啊，阿妹。这他打扫了还会掉的呀。那也得扫嘛。那也要扫啊。对呀。那啥嘛，你帮我灌点水吧。我都走了2个小时，我这一瓶水都喝完了，我就没带多少，就带了这一瓶。行嘛，方便吗？方便。啊，朋友们，咱们去阿妹家打点水啊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这他们这地方这个太难走了。慢点。哦，好，方便吧？方便。家里有人吗？家里，我阿妹在睡着呢。我上去好不好啊？没关系啊，她在里面睡，不在外面。啊，不影响是吗？不影响。那咱们去借点水啊，朋友们，打点水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哎，看一下他们这楼梯，我去，木头做的。哎，阿妹，你家这个扛得住踩吗？这地板？没事的，大哥，你上来吧。这个踩不会坏吧？踩不坏的，你上来吧。别到时候给你家踩坏了，我得给你家赔啊。哦，不会的，你放心踩吧，这个我们都住2、3。哦，行，那你给我倒点水吧，好不好？行，你上来嘛。嗯，行。哎呀，看这个阿妹多好啊。你在干什么呀，阿妹？洗杯子吗？对，我洗个杯子。这个水不能喝吗？这个是那个大山里面流出来的那个。山泉是吗？对，石头。哦，山泉。你进来嘛。方便吗？方便，大哥，你进来。啊，行，那我进来了啊。来，来这边看。哦，看他们这个做的水呢，哇，对，这是烧的柴火。哦，朋友们，你们看一下啊，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啊。大哥，你那个好像灌不进去。灌不进去吗？那你拿你杯子吧。哦。对，我先给你倒一杯。对，拿你杯子，你给我倒点吧。哎呀，渴死我了。让它凉了才能喝。行，谢谢。看，开水啊，朋友们。来。哇，谢谢阿妹。哇，你们这边这个路太难走了，阿妹。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呀，大哥？我是从那哪儿，镇子上面这边走，开着车过来的。然后走着，他到那边就没路了。哦，你今天要去哪里啊？我们是来徒步的，然后他们说这边离那个边境那边近嘛，然后我就想徒步一下这个雨林，然后这不就走过来，我走了2个小时了，没有看到一个人，然后我带了2瓶水嘛，喝完了，这不是，已经喝完了，朋友们，看这边没水了，大山里面比较难走一些啊，哦，然后我说看到你在那儿扫地呢，我就说想进来找你讨杯水喝，没打扰你吧。没打扰。哦，哎，阿妹，你这个衣服很特别啊。我这个吗？嗯。啊。你这个是咱们，你是咱们这还是中国吗？对啊，这里的话还是中国。如果还远的呢，大哥。哦，一直到老挝那边还远呢。还有那个4-5公里呢。哦，到老挝那边还有4-5公里啊？对，还没过。我还以为说是我都是走着迷路跑到国外去了呢。哦，那在中国还好，在中国还好。那边过不去。是吗？过不去。那边的话有那个铁丝网拦着，然后的话现在上面有人看守嘛，过不去的。哦，还有人看着呢。啊，对，过不去。哦，我还说是去那边去看看边境，我没见过，我从北方过来，就是我们是老家山西那边过来的，这自驾游过来的，然后我就开着直播呢嘛。哎，那个能和你聊聊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那行啊，那行，没打扰你就好。没有。然后我比较喜欢这种徒步嘛，也是锻炼一下身体。然后就说是欣赏一下这边这个风景，啊，哎，阿妹，那你是哪个民族的呀？我是哈尼族的。哈尼族的。对啊。哇，你们这个少数民族这个小姑娘真的挺蛮漂亮的啊。谢谢你。哎，阿妹啊。啊。我问你一下嘛，就是说你怎么称呼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能告我一下吗？你叫我西西就可以。西西是吗？哦，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！看一下这个少数民族阿妹啊，人长得漂亮，心地也特别善良啊，真的。我刚才走了2个小时，我迷路了，我不敢喝他们的泉水，我怕喝了拉肚子。我说来阿妹家，就是讨点水喝啊，朋友们。哎，阿妹，灌吗？这个水，大哥。你要是烧开了的话，应该会好一点。我怕生水喝了拉肚子嘛，我带着水喝完了，带了2瓶喝完了，我说找你要点水喝，要不然。太渴了，走了2个小时了。哎呀，你们这边这个路太难爬了啊，然后过不去，意思是吗？过不去，那边现在人家看守的。就是到那个附近都不行吗？不行，如果说是你要过去那边啊，你靠近啊，你就算是靠近那边啊，他们就觉得你是去那边干坏事的。啊，意思那边有那个帽子叔叔是吗？啊，对，所以说不让你去，靠近的不行，很严格的。哦，这样啊。那我就和你聊聊天吧，啊，行，我就不过去了，别到时候了，人家误会我。嗯，哎，阿妹，
你今年有多大了呀？多大？嗯，大哥你猜一下。我猜一下，朋友们咱们猜一下这个阿妹有多大好不好？我那个阿妹是这样啊，嗯，我说错了你会不会生气啊？不会生气嘛，没关系的嘛，大哥。不会生气啊？不会啊。哦，我怕到时候说错了嘛，因为现在你知道吗，在外面那个小姑娘这个年龄都是保密的，到时候说错了问人家就是很那啥，我会很尴尬的。不会。哦，哎，阿妹你今年有20了吗？20的话太小了，大哥。太小了呀。对啊，20的话太小了。20太小了，那你今年有23？23也小了一点吗？23还小呢。对啊。哦，你长得挺年轻的呀。再往上猜一点点。再往上猜一点点。那你有25、26吗？26，你看这个大哥说。啊。差不多，大哥。差不多。25岁嘛。哦，25岁。哦，你长得太年轻了，阿妹。哎，那个阿妹，我方便问我，我问你一下，就是说你成家了吗？这是你夫家还是你娘家？哦，大哥，我还没有成家，这里就是我家。哦，这里就是你家。哦，你还没有成家呢。啊，哎，阿妹是这样啊，我是听他们说啊，就是说是你们这边那个少数民族姑娘啊，就是结婚都蛮早的嘛，都17、18就成家了。你这个是什么原因？是因为要求太高了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不是的，大哥，在我们这个大山里面啊，那个小姑娘有点多。啊，姑娘多是吗？对，比较。但是我看见你们这边也没有几栋房子呀，人很稀少呀。哦，不是的，我们这边的话都是自己住在自己那个地里面的。哦，意思是住在地里面，就是说是这片是你家的地，就是我刚才走的这地方是吗？对呀，然后这片的话就是啊，都是住在自己的地里面嘛。哦，这样我就我们住的比较散了嘛。哦，我就说是我刚才很就是一开始走的时候看到有一家，嗯，然后走了好远，我说才看到你家。哦，是这样，就是自己都住在自己家地里。对呀、啊。哦，你们这边姑娘就是小姑娘多是吗？我们这边的话，对呀、啊，小姑娘多嘛。我们的话虽然住的散啊，但是我们的话它是不按村来算的，大哥，我们是按一座山来算的，啊，相当于这一村、这个村的话就是一座山的了。哦，意思是整座山上的这些人都是算一个村里是吗？啊、对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不像我们那老家那边是啥，是一个村都在一起，然后地都在外边。哦，你们是自己都住在自己家地里，啊、哦，就方便干活这些的是吗？是、啊。哦，这样，哎，阿妹、嗯，就是说，那你之前谈过对象没有啊？之前的话也有谈过嘛。哦，也谈过。也谈过啊，那时候谈的时候年纪小。哦，年纪小，多大的时候谈过呀？就是17、18岁的时候。哦，17、18岁的时候。嗯啊，17、18岁的时候谈过，哎，那会儿就是说是家里头他知道吗？就是父母都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嘛，年纪小嘛，嗯，不敢让家里面人知道嘛，偷偷谈的嘛。偷偷谈的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偷偷谈的，哎，阿妹，我想问你一下嘛，就是说你们那会儿是偷偷谈的嘛？就是说、嗯，那你和这个男孩子啊谈恋爱的时候啊、嗯，就你们牵手了没有啊？牵过手吗，大哥？牵过手啊？手吗？肯定是牵过的嘛。哦，手也牵热了嘛。牵热了，哇，这个男孩子胆子蛮大嘛啊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就是为啥后来你们分手的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是父母不同意，还是有什么原因啊？哦，不是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嗯、自己年纪也小嘛。啊，年纪小。那我对方啊，我那个对象啊，年纪还比我小2岁啊，大哥。你对象比你还小？啊，对。哦、然后有一天，人家就跟他说嘛、嗯，就是在外面啊，那种大城市里面啊，人家说能苦到钱。苦到钱是去赚钱是吗？啊，对。然后他就出去了，出去就没回来了嘛。意思哦，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和你联系过了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哇，那这个男孩子还是很不靠谱嘛啊。嗯。哦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本身就是男孩子也少嘛，像我们这一座山啊，嗯，那单身的姑娘都也有70、80个、啊，大哥。单身姑娘有70、80个。对，那单身的那男孩子的话也就20-30个嘛。哇、哦，你们这个这么失衡吗？啊。然后的话就像你刚才说我们这边人嗯那个成家早嘛，嗯，是人家那个的话就是长得好看，然后家里面条件好嘛，所以说他们就是成家要早一些。哦、嗯、是这样。像我们这边啊、哦、就是像我这样大的25、26岁啊，20几岁啊。感谢关注啊，大家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啊，谢谢大家。哦，我现在在突破雨林啊。像我这样的就是25岁啊，26、27、28岁啊，都有很多小姑娘也是单的呢。哦，有好多小姑娘也是单着啊。哎，阿妹是这样嘛，就是你知道我们外面是个啥情况吗？什么情况？就是我们外面啊是和你们刚刚相反，他是男孩子多女孩子少。男孩子。对，好多这个男孩子啊都是单着的。单着
的啦。对啊，就是找不着对象，然后有的嘛就是一些姑娘嘛，她们念书之后啊都要求高了，她都看不上的了，然后就这样。哎哎，那阿美，像你们这样可以嫁出去吗？我们嘛，我们这边的话它有习俗，大哥啊，有习俗嫁嘛也可以嫁出去啊，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小姑娘多嘛，嗯，小姑娘多，啊，但是有很多就像你们说的就是大城市里面的，有很多也是来我们这边就是安家的啊，有安家的，有上，啊，上门的是吗？对，但是如果说是你要嫁出去的话也可以，但是还得先来我们这边干三年的活。哦，意思来你们这边就是娶，不管是娶媳妇还是来当上门姑爷，都需要来你们这边去干农活是吗？啊，对，是的。哦，那怪不得我就知道你为啥难找了，阿妹，真的，你看看这还能让人家男方过来，我刚才在你们那边走 啊，那山里面也太难走了，路难走，而且人烟稀少，你知道吗？好多人他都不愿意来这山里面，觉得山里面有点偏僻。没有，怎么会不愿意来啊？愿意来吗，大哥？你看啊，我们这边啊，虽然说是住在大山里面啊，但是我们这边压力小啊，大哥。压力小。就是人好就可以了，就是男人他自己过来就可以了，自己过来就行吗？对啊，我们彩礼也不要的。哦，不要彩礼，他什么都不用带，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哦，就光自己一个人过来就行了，是吧？然后的话就是说他来到我们这边啊，我们就是还会给他分东西吗？还分东西呢？对啊。哎，阿美啊，方便问一下，就是说你们能给他分点啥东西吗？对不对？我们这种大山里面的话就是会给他分田分地嘛。哦，分田地哦，是分。哎，对了，阿妹，我方便我问你一下，就是说是比如说你就是有个男的来你家当上门姑爷，给你当姑爷啊，那个他你们家能给他分多少田地啊？我们家的话一座山两座山都有吗？一座山两座山这么多吗？对啊。哎呦，阿妹是这样，你看我想一下，你家这么多地，你说他来了还得干个三年的苦力活，那会不会给累坏呀，啊，把姑爷？怎么会累坏呢，大哥？累不坏啊，我们也不是说让他一个人干活的啊。感谢关注 啊，嗯，我们是一家人干活，一家人干活是吗？对啊，一起生活，一起吃，一起住嘛，那白天一起上山干活嘛，啊，哦，你说一个男孩子来到我们这边啊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们也会很心疼他呀，然后的话就是白天干活，那晚上我们都不让他干活的。意思晚上都不让干活啊？对，晚上意思就是说加个班什么的都不让，是吗？你说做饭做菜这些我们自己做，那加班的话我们这里就更不加班了，你那人家要加班也是那个大城市里面才加班。哦，意思这边的这些姑爷啥的都不加班啊？对啊，不加班。朋友们啊，我是说你看和阿妹聊一聊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说想逗一下她，你看她太淳朴了，她这有些东西听不懂啊。主播是正能量主播啊，主播是现在在徒步，在那个雨林徒步啊，刚才迷路了，过来阿妹家想讨口水喝啊，大家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，然后动动发财的小手，给主播点点这个赞啊，朋友们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对不对？有你们的支持，哎，主播才能更有力量来给你们探索这些，就是说他们这些大山里面啊，这些寨子里面的这些民俗风情啊，谢谢大家啊，太感谢大家了，真的啊。哎，阿妹啊，就是这样嘛，就是说是那个啥嘛，你看。你们这边那啥，那就是那你现在要说找个对象啊，就是有什么条件嘛？就比如说，你看像我们那边不是男孩子多啊，我你看咱俩这慢慢的不就认识了嘛？到时候我给你看一下，物色一个对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大哥是要给我介绍对象是吧？对啊，你就说你看你们这边是姑娘多啊，我们外面是男孩子多，但是嘛，我得知道你想要找个什么样的，我才好给你说。对不对？条件倒是没有什么，大哥，就是想找一个会干活的嘛。会干活的。对啊。能具体说说干什么活吗？你说像我们家里面啊，我们家里面的话有这个橡胶树啊。橡胶树哦。然后我们的话还有水果地嘛。哦，还有水果地呢。对啊，什么芒果啊、芭蕉啊这些嘛。哦，芒果、芭蕉这些，哦，热带水果都是。对，然后就是那个大山里面啊，我们还种的那个茶叶嘛。哦，你们家还种着茶叶呢？啊，对，啊，你们有没有茶叶？到时候我可以那啥尝一尝，我这个挺爱喝茶的。啊，有哦，是这样。哎，阿妹，哎，那你的意思就是像你这样说，我琢磨了一下，是不是就是说是要干那个会干农活呀？属于就是说是干农活的这种。啊，对，就是会干农活，大哥。哦，就是会干农活这种。嗯。哦，那行，那哎，阿妹，那除了这个就是说是会干农活啊。别的这些就是说是要求还有没有别的要求的？感谢点赞啊，谢谢点赞。别
求的话，就是想要再找个年纪大一点的嘛。年纪大一点的。对啊。年纪大一点的，那你今年25岁，我看，那找个30多岁、40多岁的呗，是不是？啊，30岁、40岁刚好嘛，大哥。哦，30岁、40岁刚好。啊，对啊。哦，我有个朋友啊，是这样啊，美女，她今年都45了，嗯，就说是她嘛，人也蛮好的，可能就是那会儿嘛，就是，有点原因，然后就没成家，哦，就是说是你看看这个45岁这个年龄，你能不能接受？45岁可以吗？可以啊，45岁，啊，45岁不大是吗？45岁不大呀，大哥。哦，哎，要是这样的话，就是说是50岁，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50岁啊？嗯。就是我们这边啊，他本身男孩子就比较少啊，哦，男孩子有很多姑娘都是在当的嘛，嗯，啊，如果说是你说30啊40啊都找不到嘛，嗯，那50岁也可以吗？50岁也可以啊，啊对啊，50岁。哎呀，妹，是这样，你看我刚才，啊，后来我又一想啊，我说你才25岁啊，50岁会不会大了点嘛，对不对？那50岁，嗯，怎么会大呢？不会大吗？啊，不会啊，你知道，哎，你知道我们这边叫那个老乖是什么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老乖啊。对啊。老乖啥意思啊？没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懂你们这边，我才来你们这边没多长时间。啊，就是我们这边的话，嗯，老乖就是老公的意思。老乖就是老公的意思吗？哎，那为啥叫老公叫老乖啊？这是有什么说法吗？就是越老越乖的意思了吗？哦，老乖，哦，老乖，老乖，越老越乖是吧？就是越老越乖。哦，哎呀，妹，你家这个水挺好喝嘛，蛮甜的啊。是。哦，老乖，老乖，越老越乖。哎，嗯，那要是我就按着你这个思路来走啊，嗯，那你说这个老乖，老乖，越老越乖。嗯。嗯。哦，然后那找个60岁的不行吗？60岁不行了吗，大哥？怎么不行了？60岁的话，方方面面都不行了呀。啊，方方面面都不行了。对啊，你看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嗯，大哥，60岁啊，嗯，生不了小孩了。啊，生不了小孩了。力气没有了。力气没有。活也干不了了呀。哦，活也干不了了。我们家的那个茶叶树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啊？我们那边是要爬上去采的。啊，要爬上树才能去采茶叶吗？对呀，60岁的话，他爬不上去了，大哥。哦，是这样，哎，朋友们。你们有没有喜欢这个阿妹的？喜欢的话可以把年龄打到这个公屏上啊，到时候看一下啊，好不好吗，朋友们？啊，哦，意思60岁就年龄大了点是吧？嗯。哦，可是阿妹你知道吗？嗯。人家60岁退休了呀，人家有空余，有空闲时间。啊。啊，人家也有那个啥嘛，然后人家可以就说是，找几个人去干活，不用自己干啦。那不行，大哥。嗯。来我们这边的话，都必须都得干活，而且我们这边嘛，哪里找得到人干活啊？都自己干自己家的活。哦哦，都是自己干自己家的活。对啊，啊，都得干活。哦，这样啊？哦，我还说是，你看人家也有闲嘛，人家还有点那啥，小小资本啦，你看不用自己干活了，也挺好的。干活的，而且哦，我跟你说，嗯，我阿爸啊，嗯，我阿爸今年也才60岁，大哥。哦，你阿爸也才60岁。对呀。哦，这样我知道了，妹，你是怕他俩见了面尴尬是不是？嗯嗯嗯。哦，这样啊，那确实是啊，会尴尬的啊，朋友们。哦，哎，阿妹啊，嗯，那除了就是说是这些嘛，这是为啥你要找这个，就是说是必须要找这个年龄大一点，是有什么习俗还是有什么说法呀？我呢也不太懂，嗯，因为我那会啊就是年纪小的时候才谈过一次恋爱嘛，嗯，我也不太懂。然后就是我们那个朋友啊，隔壁邻居就跟我们说嘛，他说年纪大一点的话，他说是有男人味，这么说。哦，年纪大一点有男人味。对。这有啥味儿？没有味儿啊，有一股汗味儿，挺臭的。不是，他们跟我说是就是有那种成熟的味道。哦哦，有成熟的味道。啊，哦，是这样啊。不太懂，反正我是不太懂。是哦，是这样。那就是除了这个，还有别的说法吗？有啊，就像我们这边的老人啊，嗯，阿爸阿妈就跟我们说了嘛，就说年纪大一点的话，他会关心人嘛。啊，会关心，会疼人是吗？啊，对，嗯。哦，是这样，嗯，年纪大一点会疼人。那除了这个会干农活，嗯，会疼人，嗯，别的要求还有没有了？嗯，啊，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，大家给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，谢谢大家。嗯，别的要求的话，就是想要那个强壮一点，力气大一点嘛。强壮一点，力气大一点。啊，然后个子再比我高一点点。哦，个子再高一点，哎，长得再帅气一点，是不是？帅气的话不用。嗯。要个子嘛，就是我今年的话有1.58米嘛。啊，哦。那就找一个1.65米左右的就可以了呀。啊。
哦，这样啊，哦，那这样倒也行啊。哎呀妹，就说我还想问你一下，那你家有几口人啊？我们家有五个人嘛。啊，有五个人啊！感谢点赞啊，感谢点。五个人，嗯、有几个兄弟姐妹啊？嗯，兄弟没有，兄弟没有姐妹，嗯。哦，就三个姐妹。对。哦，哎，你刚才说，那你说你得留在家里头照顾你爸妈、嗯、是吗、嗯？那是不是别的姐妹都成家了呀？嗯，就是我阿姐的话成家了。成家了。啊。哦、然后的话，我还有个小妹嘛，我小妹的话，她也还单着、嗯。哦，你小妹还单着。对啊。哎，刚才你说你小妹在睡觉是吗？嗯。那个就是说，他今年有多大了？方便说一说吗？他今年有20了吗？哦，他今年都20岁了。啊、对。哦，他还单着、嗯，是不是他有点就是说是长得不是很漂亮？长得不是很漂亮。对啊，你不说你们这边小姑娘都17、18、19都成家了吗？那他要是长得漂亮，那不也应该成家了吗？不是的，大哥，我小妹长得可好看了。长得可好看呐！高高的，她有1.65米，比我还高。哦、然后的话就是身材瘦瘦的，眼睛大大的，头发长长的嘛。嗯。啊，像我小妹的话，她是那个。哦，感谢点赞啊。她去那个县里面读过书。读过书，有文化，读的是什么就是文凭啊？读了那个高中嘛。哦，高中、啊、哦，也还行。然后的话，她就是看的人也多嘛，所以说她就要求多了嘛。哦，她就要求多。啊，对。就是方便说一说，她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嘛？她说她要找个大老板。找个大老板？对啊。想找什么样的大老板？能仔细的再说一说吗？他们就是说他要找一个月就是一个月3000的大老板。那个一个月3000，意思是说是一个月挣3000块钱啊？对啊。嗯。哦，一个月挣3000块钱就够了？对啊，一个月3000块钱吗？哇，这在你们这儿一个月挣3000块钱都能当老板了没？啊，对啊。哎呦，那你们在这个山里面还是挺那啥的嘛，你知道吗？在外面是啥情况吗？什么情况啊？就在外面啊，是这样的。啊、嗯。在外面啊，他是一个普通男孩子啊、嗯，一个月都要挣那个4-5千块钱呢、啊。4-5千。啊，就是很普通的，然后多一点的嘛，7-8千、8-9千的也有啊。那太多了，大哥，太多了。不多啊，你就像我一个月挣8-9千块钱啊。啊，8-9千。哦。那大哥，你是大老板吗？没有，哪有大老板？大老板人家是自己开公司那种，那更有钱、啊，真的、啊。在我们这里就是大老板了，大哥。哦，在你们这里就是大老板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是这样。嗯、哎。一个月挣5-6千，那你就说是哎、嗯，你这个阿妹啊，嗯、她就说她找了这个姑爷啊。嗯，就是这个要求能符合他、嗯、啊，然后他就是说他能嫁到外面去吗？嫁嘛，现在也可以嫁，但是呢我们这边就是有这个习俗，嗯，就是得先来我们这边啊生活3年嘛。哦，要必须来你们这边生活3年啊？对，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都住在大山里面嘛，也没怎么去过那个县城上，嗯，然后也不敢去，然后的话意思的话就是这3年的话就是相当于的话就是大家相互了解啊，相互了解，相互磨合是吗？啊、对。哦，你看这个大哥阿哥说了啊，就、嗯、是他一个月6000块钱了，你看6000块、哦、那就是大老板了。是啊。哎，对了阿妹、啊、我想再详细问你一下，比如说是你阿妹 啊就说嫁出去 啊他这个就是说是需要给你们拿点什么，就是说什么财力啊这些的乱七八糟东西需要拿点啥？那肯定要的东西就多了嘛。多, 多啊，要的东西就多了。啊，对啊。有多多啊？你详细说一说呗。哦，首先你得准备一头那个老母猪啊。啊，准备一头老母猪。啊，还要一头大水牛。哦，还有一头大水牛。啊，对啊。啊，就这就没了，没有了吗？没有了呀。哦，意思说是要娶你阿妹，就准备一头大母猪，嗯、准备一头老水牛。对啊。啊，这就没有了。没有了呀。别的那些彩礼那些的不要吗？彩礼我们这里不要彩礼、啊、不要彩礼。对，就是如果说是你们男方家条件好一点啊，嗯，那你就再给我们买一张摩托车就可以了吗？啊，再买一张摩托车就行啊。对啊、嗯、哎呦，那直接让他给你买一个小轿车不就好了吗？那摩托车很危险的你知道吗？大哥，我们这里的话、嗯、那个小轿车用不上啊。用不上？对，我们这里的话那个小轿车，有小轿车它也上不来的。哦，对对对，
哎，你看哦，是我刚才走上来的时候，我那个车就是没路了，对，我就放下面去了，我自己走上来的。哦，确实是，哦，摩托车更实用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摩托车的话，你看啊，嗯，我们要去山上割个胶啊，然后采点水果啊，采茶叶啊，我们骑上去就可以把东西直接就带下来了。哦、啊、哦、啊，很方便。你要说要去镇上啊，或者是要去那个朋友家，骑个摩托车就去了呀，很方便的摩托车。哦，很方便，确实是。那个彩礼那些就一毛钱也不要了哈、啊。彩礼不要。哦，哎，阿美，你知道就是我们外面啊，嗯、他娶一个这个媳妇儿啊、嗯，就是说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吗？男孩子。啊、什么条件？你看啊，这个他是这样，他需要这个，男方啊，嗯，有房有车啊。哦，这个房啊，就是还得是这种楼房啊。楼房，对，那很贵吧，大哥。对啊，就是说嘛，现在这个男孩子他压力大嘛，啊、所以就说很多是单身的、啊。然后嘛，还需要给人家丈母娘包个红包。包个多少的红包？包一个大红包就是八万到九万。八个万到十个万。嗯。那太多了呀，大哥、啊。嗯所以说嘛，他们就很多那啥，你看你们这边就、嗯、我感觉很少啊，你看一头老母猪一头大水牛啊、然后再加一个摩托车 啊就加起来都才三四万块钱，这样三四万块钱、嗯、大哥，我们一年的活就白干了，这三四万块钱都你们一年的活白干了。对呀、是呀。但是我觉得你看你们父母把你们养育成人啊、把姑娘养育成人也蛮不容易的，对不对？这也是回就是说是报答父母的一种方式嘛。哦，不行的，不行的、你说在我们这里啊，收了你八个万十个万啊、那隔壁邻居都会笑死我们的。哦，意思给多了还会被笑话。那隔壁邻居就会说了、这家人的话就是用他家女儿嘛在换那个钱嘛。哦，这样。哎，朋友们、你们看一下他们这个当地人就是太淳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他就和同样是结婚这些事儿啊，你看和外面啊就差的太多了啊，真的啊，朋友们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怪不得呢，我就说嘛。但是你们这边啊，确实他有时候这个山里面啊，有时候有这种啥的，他们外地人怕不适应，主要是这样。阿妹，没有不适应呢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哦，那可能是你们生活习惯了。哎，那样嘛，就是说、阿妹，你看我刚才也喝了点水了、就是我能带着我就把你们家这个环境看一看嘛。你不是也想找个姑爷吗？行吧。哦，行，那咱先在屋子里转一圈，好不好？哦，朋友们，咱们在他家屋子里看一下。哎，阿妹啊。你家这个房顶怎么都这黑黑的呀？这哦，这个的话就是那个熏的嘛，熏的，对呀、哦，就是这些火熏的啊。哦，你不用收拾一下吗？不用收拾啊，这个的话熏的越黑越好嘛。哦，越黑越好，防那个虫蚁的是吗？啊，对。哦，是这样啊、哦，看一下，哇，你们这边这都是在地上睡觉吗？这个？不是，这个是那个我阿爸睡的。哦，你阿爸睡的。我阿爸睡。哦，那你阿妹在哪儿睡着的？在里面、对，哦，那他现在还睡着呢。对。哦，那个就是说是方便看一下，那是你们里面的房间吗？我不方便，大哥。不方便啊？对。为啥？就是你看了的话，你就得留下来当姑爷了。哦，看了就得当姑爷了。哦，那朋友们，咱们入乡随俗啊，咱们就不进去看了。对了，阿美，我看你们这个就是隔了一层布，这个东西隔音吗？不隔音吗？不隔音。不隔音。那晚上你说要是呼噜声大啥的，那会不会吵到人啊？那没关系嘛，都是一家人嘛，习惯了嘛。哦，习惯了。哎呀，妹啊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就是你刚才说你那个大姐不是和大姐夫结婚了，他们是在你们这儿住还是有别的房子住？就是在这里住嘛。他们的话现在的话回老家了，回我老姐夫家了。以前的话就是要先来我们这边干三年活嘛。啊、以前嘛也是住这里的嘛。啊、也是住这里面啊。对呀、哎。就是说是那会儿的时候，你大姐夫和你大姐他们也是像正常夫妻那样是吗？对啊，像正常夫妻一样生活嘛。啊，像正常夫妻一样生活。对啊。哦，也可以生孩子那些。嗯。哎，是这样吗？你看我问你一下、那晚上他俩要是说点悄悄话什么小打小闹的，那不吵到你们了吗？那让人听到多害羞啊，阿妹。吵不到吗？怎会你们会吵到吗？啊、就是吵到了也没关系啊，都是一家人嘛。哦，这样啊，哎呀，哎，朋友们，那个阿妹她挺淳朴的，你说我说我逗一下她，她也听不懂啊。那个阿妹，你可以带我们到外面去转一下你家这个环境吗？啊，你里面也看不了啊。朋友们，咱们跟着阿妹，咱们看一下她家那个环境啊。哦，这边，哇，这个是啥呀，阿妹？啊，这个是山药，大哥。哦，这是山药是吗？啊，对。哦，这是你们
从你家地里挖的吗？还是啥野生的吗？大哥，这个是从那个大山里面挖的。从大山里面挖的。对呀、啊。哇、嗯哦，这个东西挺不错啊，朋友们看一下有没有认识的。哇、哦，这个山药，哦，长得像那个大脚掌一样。你们那边也有吗？有啊，我们那边这个东西老贵了，十来块钱一斤了。大哥，那你们那边确实挺贵的。是啊，你们这个便宜吗？像我们这边的话，就是也是挺贵的，在我们这里卖一块钱一斤。一块钱一斤啊，阿妹。嗯。哇，这么便宜吗？不便宜啦，在我们这边的话，拿去卖一块钱一斤嘛。像这样一个的话，你说它可以卖那个。七八块嘞，七八块钱啊，对啊，那你卖给我吧，卖给你啊，如果你想要的话送你嘛，大哥，送我啊，那多不好意思，我来你家找你讨水喝啊，已经很不好意思了，我空着手来的，阿妹，没关系的，等会我找个袋子给你装起来嘛，行，你一会儿给我称一下，我按十块钱一斤给你，我爱吃这个山货，真的，十块钱太多了，哦，你到时候你给我装起来，我带回家吃吧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挺好的啊，朋友们，你看他们这个山货，哇，这边这个是芭蕉。是吗？这个是香蕉还是芭蕉？这个是芭蕉，那个芭蕉。嗯、哦哦哦，没几个了，看一下，甜不甜？甜，嗯。你要不要吃一个？哦、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大哥可以吃、啊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那我尝一个啊。没事，可以吃、啊。哦，朋友们，我尝一个他家这个芭蕉啊，看看甜不甜啊。一会儿要是甜嘛，我看看阿妹家，阿妹家还有没有？有的话嘛，我再找阿妹让她给我拿点啊，我买点啊、哦，我不拿，我买点啊。哦。哎，阿妹啊、嗯，你家这个很空旷吗？这地方？对。那前面这一片也全你家的吗？哦，大哥，像这个鱼塘，还有那边那个鱼塘，嗯、这两个鱼塘都是我家的。好吃啊，阿妹。嗯。朋友们，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确实好吃啊，这个芭蕉，看，真的特别甜啊，嗯，真的好吃啊。到时候我找阿妹看看她家还有没有啊，有的话我再拿点啊。挺好吃的，它这个。哦，这个水还有水管呢，看一下朋友们。哦，有水吗？啊，有水的，大哥。嗯。阿妹啊。嗯。这个是那个自来水还是那个山泉水啊？石头缝里面流出来的。山泉水是吗？对。嗯、哦，那挺好，那挺好。嗯，咱们下去转一转呗。啊。你带我下去看一下你家环境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看看。哦，朋友们，咱们去看一下阿妹家这个整体的这个环境啊。他的这个真的挺不错的，嗯，咱们下去看一下啊、哦。好嘞，好嘞。哎呦，大家妹，哇，他家这个看一下，朋友们，木头做的房子啊，你们有没有见过的，朋友们？哇，真的挺不错啊。哦，哎，阿妹，你们这下面就一般不住人，都在楼上是吗？对啊，我们一楼的话就是放杂物啊，养鸡养猪用的嘛。哦、啊，都是在楼上住。哦，这边下面也挺空旷啊，朋友们看一下，那阿妹打扫的挺干净啊，你看这一片叶子都没有，看一下，哇，真是阿妹挺勤劳的啊。有想给阿妹当上门姑爷的，可以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私信我啊。这个阿妹今年25岁了，哈尼族人啊。然后她是那啥，她想找一个这个会干农活的，力气大一点的啊。然后就是说啥嘛，就是说年龄大一点，会疼人的。哦，咱们跟着阿妹看一下他家这个啊情况。哦，哎，这你家鸡圈怎么就剩一只鸡了？哦，这个不听话关起来了，那其他都在外面的、这个。嗯，芭蕉吃起来，是香蕉的味道一样吗？它这个比香蕉还要甜，它就是，孤芳自赏这个朋友啊，它这个比那个香蕉小一点。啊、你们这个芭蕉也是自己种的吗？阿妹？自己种的也有，野生的有。啊、哦，还有野生的。野生的。我刚才吃那个是野生的还是自己种的？那个野生的哦，确实很甜啊，它那个真的挺不错的啊。啊，就养了一只鸡？不是啊，其他的在外面嘛。哦，在外面哦，它这个是给它关禁闭了是吗、啊？哦，哎呀，这个鸡都是走地鸡啊，看着挺不错啊，朋友们看一下，看那个大公鸡，看母鸡，哇、哦，挺好的、啊，真的可以啊。这个当上门姑也很不错。这个是啥呀，阿妹？这个是圆滚滚的。这个是我们养蜂蜜的，这个。养蜂蜜的是吗？哇、哦，养蜂蜜，哎，朋友们看一下有没有见过这种蜂箱的啊？哇、哦，这个挺好啊！哎，阿妹、嗯，你家这个蜂蜜也是野生的吗？这个蜂蜜是野生的吗？野生的。对，这个蜂蜜的话是，就是我们这个嗯，蜂桶啊，蜂桶是我阿爸做的，
哦，你阿爸做的。对，然后放在这里。哦，我的天啊，你阿爸太厉害了。这个蜜蜂它自己会来。自己会来。嗯，对。哎，有没有这个野生蜂蜜呢？你家？这是野生的了嘛？不是，我说是好做好的。哦，你说蜜啊？啊。蜜没有，蜜没有了，吃完了。去年的蜜吃完了，今年的这个蜜还不可以吃。啊，还不可以吃呢？对，还得放上一段时间啊。我还说你家要是有嘛。我也买点儿，我喜欢吃这种野生的这些东西。现在还没有，大哥。哦，这样啊，太可惜了。到时候了，改天再过来找你。过段时间我要弄点你家这个蜂蜜，肯定好吃的，阿妹。可以。哦，看一下朋友们，下面看这芭蕉林，这是芭蕉林是吧？啊，对，是的。哦，这些都是你家的？啊，我家的那个。哦，这个挺好，真的是挺不错啊。哦，这边还有这个蜂箱啊，真的挺好的啊，看一下。哇、哦，真的，你家这个挺不错啊，阿美。谢谢啊。哦，那这样吧，阿美、啊，那我就下去了。下去了。哦，你看刚才和你也聊了半天了，我也喝了点水。嗯。我到时候我就下去了，要不然我怕再迷路了，我就不往上走了。啊、今天也玩的也挺累的啊，太感谢你了，阿美。啊、哦，那个朋友们，那个我要去那个镇子里面去了啊，我要下去了，手机也没电了。哦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感谢大家的点赞啊，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啊，真的。哦，那个我改天就是有机会再来的时候啊，我再给大家直播啊，朋友们啊、哦，谢谢大家啊，我先下播了啊。